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远方君，现在我在越南首都河内环建湖的旁边，然后我现在这边看到他们在这里下象棋，来大家看一下中国的象棋，下得津津有味啊。这个老人家又要用这个开一局。这里有一局，然后他们再去开一局。我就是想他们下这个象棋，他们认识这个字吗？下的可认真了。我到那边去，你说我这样问他们，他们会不会生气呀？会说中文吗？你们 ？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？ China。China。You are Chinese。对 ，Chinese。凯若是 PK Chinese。上海。上海。OK。You know who play this game？ Yes。OK。他说我会这个吗？我当然会的，但是我技术不好。然后我看他们下，好了，我这个视频拍到这里啊，他们问我会不会下，好了，就这样。